就是地铁十二号线平安大道和龙子湖西路交叉口这个作业面出现重大失误，下边塌方，吊车都掉到坑里去了，看见吗？在那是抢救了抢命。你看，整个这条路都断了。你看下边这水泥泵车的往里头打水泥，但是无济于事，水照样在几个方面往里头灌，看见吧？对面也在灌，大量的水流到已经挖好了这个地铁车站里边，这些地铁车站都已经施工大半年了。你看这水，大量的水涌到地铁里了，现在连盾构机都在里边了，刚给盾构机都淹了。你看这下边的抢险的车辆，中铁16G。这边是中铁11G。正大东门真的是海啊，我操，真的他妈是海啊，那个车飘起来了，我操，见过这架势吗？我操，千年的故事，神秘的地方，嵩山还是一口。车厢来已经到腰了，过腰了。往那边去。外边看到没？外边水更高。车厢外边水更高。他们那个都是抬出去的，你看这儿有两个、三个，这儿旁边还有一个在做心肺的，都晕了，都是你。现在是晚上的8:35，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一个一个的在救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终于等来了被救的这一刻。没事啊。像不像拍恐怖片？我的天哪！没事啊。现在是晚上的8:35。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一个一个的在救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终于等来了被救的这一刻。他们那个都是抬出去的，你看这儿有两个、三个，这儿旁边还有一个在做心肺的，都晕了，都是你。像不像拍恐怖片？我的天哪！小孩，你看这人冲跑了，人冲跑了！哎呀呀呀！哎呦妈呀！
天哪！哎呀，又小孩，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父亲。